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是7月24号，这是明镜电视的明镜编辑部频道，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老朋友，就是吴建明先生，请他来谈，他对郭文贵717爆料的一些分析。现在先请我们的导播把吴建明先生请进来。吴建明先生您好啊。你好，小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你这个粉丝们不断的给我制造压力，说要请您再出来讲一讲，因为您这个关于郭文贵先生的一些观点比较引人注目，所以说我很荣幸再次请到吴建明先生，请他出场来分析郭文贵的717爆料。我们先从这个题目开始啊，这个题目叫破局新起点。郭文贵717爆料破习王自保破习弃王自保。先来说这个破局这个词这个破局，你认为现在是个什么局呀？这样啊，这个关于破局啊，我们破的是中共的这个局，是中共体制的这个局。也简单一点来讲，如果说是明确一点讲，就是推翻中共，结束共产暴政专制，这就是破他这个局。好，这个上一次这个你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应该是在717爆料之前。那么您就是说认为在717爆料之后和717爆料之前，这个局大体上有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有很多变化，这个来源于就说是郭文贵先生，他在这个717的爆料前后，所反映出的中共对他的应对，我们首先来看，我个人认为，郭文贵先生他挑战中共这个体制啊，体现出他个人的气概，就是说，郭先生跟中共这个强大的专制利器，专制机器来讲。他是以一个普通的商人，简单一点讲，因为郭先生的这个出身是来自于底层，按照我们民众喜欢把人分为就说这么两类嘛，一类我们称为叫权贵嘛，那红二代、太子党嘛，还有一类我们就统称为叫草根因为我们只要不是红二代、太子党这一类的人，我们可以讲就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这个基层，来自于普通的农家和普通的城镇居民家庭，所以我们叫做草根。那么，一个草根敢于挑战集权，他除了要有极大的这个勇气、智慧，同时还是要有策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文贵先生自从他开始爆料，一直持续到717以来，基本上是半年。那么，这半年时间，从他明镜上去的第一期开始。到他后来坚持经常的报平安视频，以及他几期明镜视频做下来以后，到这次717，经过了这个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他的爆料可以讲叫一波还一波，我觉得是异常精彩，每一次都显示出郭文贵先生个人他的智慧力量，他敢于挑战专制。他愿意以一人之力去撼动一国之政。这个有意思啊！我记得您上一次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支持郭文贵爆料，但不支持郭文贵。那么今天来看呢，你好像没有把郭文贵爆料和郭文贵区别开来，有这意思吗？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这一点。小平老师啊，我这个人呢，是一个，你如果说我现在是来在分析郭文贵上面来讲，那只能讲我是带着一个海外民运人士的观点和立场啊，也是一个我建明从事了中国民运30年的一个资深的政治评论人士来看待文贵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作为这么一个身份和人物，我不会随便改变我的立场，我除非就是什么，我当时就把观点立错了。那如果确实有证据证明我的观点全部错了，我会虚心的纠正。我今天仍然要强调的，我
坚决这个支持和挺郭文贵爆料。至于郭文贵本人，我没有挺，是因为我不能认可郭文贵先生他这个叫做不反习不反党啊，因为我作为名人人士，反习和反党是我的第一要务，尤其是反共反党，因为习不过是党里面的一个符号。今天没有习近平，明天可以有王定平，可以有李进平，随便谁成为共产党的党魁，他维护的都是共产党的残暴的这个专政体制，而我要推翻的是专制，因此反党反习是我必然坚持的道路。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我和郭文贵先生不是共同的一个口号和终极目标时候，那就不存在我会挺郭这个人。只有郭文贵先生，因为我不会改变我的观点走向，除非郭文贵先生在今后他在不断的爆料过程中，也有很多网友劝我不要那么固执，郭先生他是有他的策略，他最终有一天看习如果不能够主动的像蒋经国先生那样用专制来结束专制的时候，可能郭文贵先生就反习了啊！我说那到那个时候再看郭文贵什么时候他反共了，反不反习不重要，因为习我不讲嘛，他是中共的一个党魁，你反共必然反习嘛啊！任何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只要维护共产党的立场，你反共就必然要反他嘛。就说如果说有一天郭文贵先生他的这个他的整个的策略也好，他自己的这个意识也好，还是说他个人的智慧提升也好，他最终会走到这条路上，我非常乐于承接，非常欢迎文贵先生能和我一起推翻中共，结束共产专制。这个谢谢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郭文贵先生在反这个反不反习的问题上他是非常坚决的，从来没变过，是吧？但是呢在反共这个问题上，你能看出他前后啊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表达。我记得在717的时候啊，我问你说共产党是黑社会，他说就是黑社会骗子啊，这好像也是他的话。这个说共产党是黑社会，这算不算反党啊？肯定算。但是就问题是小平老师啊，文贵先生呢他有些表述呢，我们就没办法去把他的所有表述我们都对立起来看。如果说是把这些东西对立起来看呢，那肯定是有前后呢有矛盾的地方，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他以前讲共产党员绝大部分是好的，这个党员90%是好的啊，那如果你说共产党就是黑社会，黑社会里面有哪一个烂仔能是好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不能把它对立起来看，我们只能认可文贵先生他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他可能到在他不断的揭露中共以及中共对他不断的抹黑和打压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和共产党的这种残暴，因此他会提升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最终能认识到共产党就是黑社会，共产党就是一个万恶不竭、邪恶多端的这么一个组织。如果要在中国实现法治、民主，实现正义和公平，推翻中国是属于没有第二的选项。好啊，我也记得我采访那些嘉宾啊，就是在这个方面认为郭先生的战略目标仍然模糊，即使呢有人在别的方面很挺他，看样子啊，您在这方面也认为啊，他很模糊，仍然不清晰，所以说支持郭文贵爆料，但是不支持郭文贵这个原则，仍然是你吴建民恪守的一个原则，对吧？是的，好，我坚持我的这个立场和原则。现在我们再回到717爆料，就说好的啊，你应该是对这个717爆料应该啊比较了解。应该对717爆料之前的那些也比较了解，那么您可以大体上说一下这个717爆料有什么您认为值得关注的一些地方？应该讲717爆料文贵先生呢他具体展示了呢，我们大家看到了很多 PPT 的这个表格啊，以及呢大量的海航集团和王岐山这个盗国贼他所盗国的各种海外银行海外资产的各种信息和资料。
那么对于这些信息和资料呢，网上呢评说纷纭。作为我来讲，我没有能力，因为我可以讲，我既不是经济学家，我也不是这种统计专家，我没有能力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和这些的资料能够把这个里面的所有内在关系都理得那么清。但是我作为一个政论人士，我们可以看到文贵先生所爆出的这些料，而且爆得那么具体，哪一个银行多少亿的进出款，多少资产配置在海外的哪一个组织，哪一个机构，哪一个公司，而这些公司跟海航的隶属关系我们大家都是清清楚楚的，哪些是属于王健的，哪些属于陈峰的，哪些属于他整个姚明端的，哪些属于姚庆的啊？刘成杰的关系是哪里，冠军的关系是哪里，孙姚的关系又是哪里，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脉络是清清楚楚的。有的人跟我讲要证明这些人跟王岐山的关系，甚至有很多人追究这些人私生子之间跟王岐山当时的年龄，他会不会做这样的事啊？有很多人去做推测和联想，而且认为当时像刘成杰冠军的说是生母已经等于都被杀害了，这些问题有很多人提出质疑，我不反对这些人你去质疑去，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脉络就是大量的盗国贼和盗国贼们的子弟们已经控制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而这些财产为什么会被这些人控制，为什么王岐山要把这些巨额的财产交到像冠军刘成杰、孙姚这样的人控制，他们有的都是80后啊，年纪很轻啊，为什么这些人就可以掌握到如此巨大的资产呢？我个人认为这个里面是出现了一个过去没有发生的情况。通常我们看到所谓的贪官，所谓的这个中央里面那些高层腐败，他们都是什么，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小三情人送往国外，把他们贪腐的大量的资产转移到境外，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然后他们在境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本人继续在国内盗光盗空国库，这是通常的贪官的手法。但是王岐山不是这样的人，王岐山就是被文贵先生所比喻的像赵高这样的人，他的智商和他的才能远远高于普通贪官。他的做法是什么？是把大量的资产拿到境外以后，通过各种基金也好，通过过去各种这个财产置换也好，他把这些资金洗白了以后，用外资的形式重新再回到了中国。他的目的是打造海内海外的金融帝国，通过金融帝国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他这一招不简单的是盗国的问题了，他是控国的问题，就是既把你的国库盗空，又控制着你的国家的金融。他想让这个国家金融哪天垮掉，他就有这个能力让他垮掉。这样的人他已经不简单是盗国贼，我们都知道盗国贼他只是从国家偷东西啊。那现在王岐山他不是盗国贼啊，他是要颠覆这个国家，颠覆人民的江山，他要把国家里面所有祖宗们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5000年文明的国家要控制他股掌之间啊。所以王岐山的用心是非常的毒辣和险恶的，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他的水平和他这种能力已经不简简单是弄几个钱，按照他自己讲，弄几针钱弄几个娘们算什么，政治才就是控制政治才是最大的腐败。那么怎么控制政治？王岐山他在打压别人时候他自己控制了政治。这个717爆料啊，看样子有两个看点。第一个就是说以大量的证据来证明王岐山他们有一个金融的一个盗窃集团，就这么他们是偷东西的啊，这一个就是小偷大偷啊，这一个大盗。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用习近平的话说，党内有野心家和阴谋家。对，这个材料呢证明呢，王岐山这个金融集团啊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集团啊，是你认为是717爆料达到了这样
两个看，这是两个看点。同时还暴露出一个更大的信息，就是什么？就是像海航集团去勾兑德银这样，就是说我们过去啊看到海外啊有很多这个就是一流的银行啊，在我们老百姓中一提到美国的什么知名银行，大家首先想到就是花旗 Citibank 啊，那么就是在德国人家首先脑的是德银，瑞士就是瑞银。那么你看到在文贵先生717的爆料中，我们看到很多世界上的知名的银行已经被海航渗透控股参与，然后把大量的盗国贼们盗取的资产，通过像卡塔尔、老挝、越南这种一般的就是别人不太注意的这种小国家，然后通过世界上知名银行进行去勾兑洗白，把大量的资产转出去，转了圈以后再运回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既把钱倒空，同时又通过这些资金来控制中国，然后继而影响习近平现在搞的所谓一带一路。所谓一带一路是不断地用中国的钱去开通原来的所谓这个习近平要打造的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一带一路，而这些所谓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他接到中国大量的都是贸易上的一是资金，第二个是中国给予的一起大家共同连带创立的经济发展的机会，而这些机会里面所有的这个经济组织我们都看到了王岐山的影子和他的影子银行。这个国内这两天啊正在批什么王健林啊，批别的人境外非理性投资啊，但是呢好像现在没有批个海航购买德意志银行是不是非理性境外投资啊。通过这一波啊国内的这个去杠杆啊批评大款们的这个行动，我们可以看看啊，就是说海航这一次会不会 IP， 你认为海航 IP 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觉得海航最多，因为可以讲境外的舆论是这个喧嚣尘土啊，那么如果国内的这些人像胡锡进这一类领了中宣部指令的人，有可能会这个叫做浮光掠影的说一下海航，这是有可能的，就是完全不提海航的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会比较小，因为毕竟海航现在在风口浪尖上，但是没有人会动海航的筋骨，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乘风王健后面所站到的是王岐山，而王岐山他对海航里面的定位，我们从郭先生最近的爆料里面都可以看出来，王岐山是告诉别人海航是海外统战的一个公司，一个集团，是通过海航在海外为中共进行统战的一个工作单位，他有尚方宝剑的，他所做的事就是海航用这么多钱去这个拉拢腐蚀西方的政客，去影响美国和西方的大选，去希望把西方里面能够上台的这些政治家们通过海航的贿赂和拉拢腐蚀以后达到盗国贼们想达到的他们的目的，他打到这个旗号以后，他就可以把海航塑造成海外的统战集团，变成他的情报机构，因此海航做大做强，海航有大量的资金不明不白，他们以一笔国家利益国家情报这种名分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就处理掉了，普通老百姓或者说一般的官员你根本就没资格去过问国家战略国家安全和国家情报方面的事情，而他们正是利用他们掌控着国家的集权，掌握着这种情报机构和安全机构的实权，然后用大量的这种耸人听闻的这种安排去转移到他们私人的财产，打着国家的名义转移个人的财产，这是盗国贼们最基本的最娴熟使用的一种手段。说这个郭文贵说他们用专机啊，一箱一箱的往这边搬，往这边用，往这边运啊，扔到一个大庄园里头啊，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最后追查出来的结果，如果要追查出来是真啊，那这个事情是比较恐怖的啊。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好像倾向于就是海航的这个特殊的地位啊，导致他不容易在这一波就是说这个整顿之中啊能够对他有所影响，
但是呢，自从郭文贵先生爆料之后啊，但这个因果关系还是要去求证的，就是说，对欧洲呢，对德意志银行呢，已经采取了某一些调查。在美国呢，在美国银行啊，花旗银行、啊、已经明确讲不给海航贷款。对，这个他们在某些商业合作已经出现了问题。对，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国外已经发生的这些事件，会不会对这个中共啊处理这个海航或者关注海航事件呢，造成某种压力，让他们去哦，海航这个事情比较严重了，你们该关注关注了。这种压力会不会存在？会存在。因为呢，文贵先生7月17日爆料的时候，正是北戴河开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北戴河会议很多老常委要去参加啊，这是中共的一贯的这个一个原则嘛。从毛建政以来，北戴河会议就成了他们每一次安排下一任领导人的一个提前的预备会啊，是属于组阁的一道前行机构。基本上开正式的这个党代会之前的所有人员组阁在北戴河基本就决定了。所以说这一次北戴河会议，从网上我们看到李鹏讲他说是爬都要爬得去，只要站得起来。也就为什么他们都怕他们被清算，他们都希望在这个会议上能够是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以至于就是说在上面去勾兑他们想获得的，能够在未来的中央最高层机构里面所替他们说话或维护他们权益的人员。因此你可以看到，就是从中共现在还活着的老常委，基本上就是13大啊，这个江泽民啊、李鹏啊这一类还都在。那么14大、15大、16大，也就是胡温他们所在的这个9个常委里面啊，大部分都还在，除了黄菊死掉了，周永康被抓了啊，大部分都还在。那么就这些人，他们赶到北戴河去，在他们等于排兵布阵议论19大人员布局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要对王岐山会采取一定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他们不是希望，不是想说他们会把王岐山挤出局，他们现在没这个能力啊。挤不挤出王岐山出局在于习近平，但老常委们至少他们是希望让王岐山对他们能够手下留情。这个中共之间啊，他这种利益斗争啊，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想我想达到你就可以达到你，很可能你要达到我时候啊，你还会投鼠忌器，有可能你的连带关系里面带着我的连带关系，最后就是利益集团大家互相平衡的关系。所以说海航我认为不可避免的会成为中共元老和上一届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们所谈论的一个核心话题，这就看王岐山他自己准备是一个什么姿态。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分析，王岐山是希望力求连任，因为他只有连任，他可以把他自己现在在目前由于郭文贵爆料以来带来的所有的对他的这种风险，能够通过他的连任来逐步的消化和化解。而习近平是否会同意你王岐山留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习当压力到达的时候，他会选择，他只有这么两个选择，一种是弃王自保，因为他如果不弃王，当大量的人员对他有极大的压力的时候，王已经到了他老婆，就说，这就像文贵先生说的，你们有没有问过姚明山是美国人啊？如果姚明山是美国人，那王岐山这个中共最大的裸官，他有什么理由还坐在中纪委这个书记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如果说习近平和中共的高层要想拿掉王岐山，别的什么都不看啊，海航的东西他们提都不提，就凭你姚明山是美国人这么一条，就可以让你王岐山出局。但是习他也会想到，如果他要利用王岐山，他和王岐山互相，我有过一期视频节目叫王岐山和习近平既互相挖坑又互相勾结。因为除了有互相挖坑的这些因素之外，他们有互相勾结的因素啊。因为习他需要王岐山帮助他继续的清除异己啊。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无论从他的能力、谋略和他自己的战略眼光，以及打造他自己的所谓的他这个势力，他都离不开王岐山。甚至在很多方面来讲，是王岐山帮助他坐稳了他习近平这18大的5年。
十九大的五年，习近平是否能继续的能够在他这个位置上高枕无忧，王岐山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所以说，习要掂量他是弃王自保还是拉王勾结，这对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题。这个有意思的是啊，我记得郭文贵先生啊，在717接受民进专访之前，他就一再的说啊，那个717爆料这个不会有什么视频啊，要看这个东西的你别难听啊，717爆料要提供一些扎实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是给谁的呢？是给老领导。因为我记得老领导在某个意义上纠正了他717爆料的方向，因为原来啊，他是被那个拍，好像是被那个拍拍拍的什么视频，或者是把他记录了，他恨不得想要抛出一些啊所谓的拍拍拍的来反击啊。某那个我记得是某某人捡到了路边捡到了什么什么一门什么那个 U 盘，然后就开始来攻击郭文贵，然后郭文贵暴露说你要给我一招，我要给你十招，你要给我十招，我给你一千招，要反击。后来突然某老领导出场说，文贵你能不能够在金融这一块啊提供一些啊爆料，这样郭文贵突然好像大梦初醒。不知道他开始关注这样一金融的一些资料，这个东西是717爆料的一个小小的背景。显然就是说啊，他也不隐晦，就是说717爆料是要给北戴河啊这个会议啊递料，也不否认他想影响十九大。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啊，习和王的关系问题，也谈到了老常委和王的关系问题。我想呢，717爆料啊会不会影响王岐山啊，这个东西呢是现在许多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王岐山呢在这一段也不闲着，你看他前一段说啊，王岐山让郭文贵给气病了，哎，王岐山突然又出来了。但是呢，王岐山先生的出场让人家感觉到不太对味儿，因为大热天他老穿的那厚厚的衣服，那明显就是身体是不太好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王岐山不断的出场曝光啊，确确实实在某个意义上代表着王岐山认为自己的命运到了一个坎儿啊，到了一个坎儿啊。现在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啊，你的观点，你的一个观点，刚才你谈到王必须弃啊，习近平必须弃王，这样他能自保。问题是这么多年来王岐山有一种做大的趋势，那么很多人担心习近平是否有能力把王去掉，达到他能自保。你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王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就说很多人这个叫做认为，就是说郭文贵的爆料没有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或者郭文贵的这个料，有的人还在追究到他这个料里面有多少真实性，有多少这个料里面哪些属于就是逻辑上不对应。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看问题看得太简单，不是站在政治的高度看问题。说句真话，你要反向来看，你看郭文贵过去经常报平安，他有时候每天他即使是平安，他没有时间报平安视频，他甚至报几个他自己什么试试他的这个音频啦，试试他的这个网络啦，甚至发一些他自己这个健身的视频啊。文贵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文贵他通过这些行为告诉广大推友和他站在一起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文贵现在是安全的，文贵是随时和大家在一起的。而王岐山他现在在干什么？就是最近从717之前后，现在变成文贵没有报平安了，王岐山来报平安了。王岐山经常出现在各种场地，各种哪怕跟他这个中纪委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这个主题里面，王岐山都能出现。他要证明什么？他是要证明一个存在感，他要让别人知道我老王好得很，我到处可以视察，我到处可以讲话，任何一个领域里面都有我老王的影响力。从他这个在中央电视台频频曝光之外，他还专门写了这个文章，这是他这么多年没写过的。就是在文章上面反复论证这个巡视制度是多么的优越，而且他一再强调这个巡视制度
是在习主席的亲自指导下，是习总书记亲自指挥和过问下，产生的十八大以来的巡视制度。同时，他还讲到十九大以后巡视制度会继续存在，这个巡视制度是习总书记亲自把关、亲自指挥。他甚至热捧习近平，说什么十八世纪咱共产主义社会最伟大的领导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十九世纪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是列宁和毛泽东，而21世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当之无愧。他们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无底线的吹捧习近平啊？一是习近平这个人自己把自己看成毛泽东，自己把自己看成一个暴君，一个被人要他追求的个人崇拜。那么习近平他愿意听这样的好话，听这种没有底线的无耻肉麻的吹捧。同时王岐山投其所好，把你捧上天了啊，也可以把你摔下地。你刚才讲的王已经做大，习有没有能力拿下他？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对王习是有能力拿下他的，因为王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是属于王身上的巨大的不干净、巨大的这些肮脏、贪腐、荒淫的东西都已经摆在了桌面上。习利用这些，就是包括文贵先生揭露出来的海航集团，包括王岐山现在私生子控制着大量国家政权的这些腐败的证据、贪腐的这些斑斑事实，都可以联合党内高层拿下王岐山。习是应当做得到这一点的，因为虽然我们讲习很无能，但是在权力斗争上面，习并不是一个根本就没有一点办法的人。因为共产党就是一台绞肉机，在这个绞肉机你绞我，我绞你，每一个人抓住别人的把柄时候，就会给别人一击。王想自保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王动用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些下三滥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就是王岐山他要置郭文贵死地啊？为什么？我可以讲从这么长时间我观察郭文贵来看，郭文贵仅仅是因为他是国安局，叫国安十七局下面一个挂靠公司，他曾经跟马建、跟张越他们非常的熟悉啊，有的比较良好的既有工作关系也有个人感情，是因为在扳倒刘志华这件事上面，郭文贵他不小心的，就是可以讲甚至他是无意识的错落了王岐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扳倒刘志华的这件事上面，孟慧卿他们在调查的时候，除了调查刘志华，也当然会调查到北京市其他这个领导班子的成员，包括王岐山个人的事情。而王岐山很多他自己个人的这些肮脏的腐烂不堪的事情被调查，使王极为恼火。因为要知道王岐山常年来给自己打造的是非常廉洁的形象，是一个救火队长的形象，是一个党的红二代，是属于死死维护党的体制的这个接班人的形象。他什么没有子女了，从不贪腐了，他这种形象高大上得很。但是孟慧卿他们在调查的时候显然接触到了王岐山，他有私生子这一块，他有姚明端裸官的这一块，他有控制的海航集团巨大贪腐的这一块。所以王岐山他心里面恨，当他在中纪委掌权以后，他不是去正确的理清这些人当年是无意触碰的，而是王岐山要灭口，他要把所有能够对这件事知晓的人通通要下狱。所以我们就看到张越下了地狱，孟慧卿下了地狱，马建也下了地狱。郭文贵作为王岐山一定要打击的一个，仅仅是在这个利益链上的一个商人，所以他把郭文贵逼得远走他乡。只是王岐山他死也没想到，郭文贵是一个不畏强暴的人，敢站出来挑战他的权威的人。郭文贵敢把他掌握的王岐山这些巨大贪腐的东西，敢有一天叫板的人，这个郭文贵他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家可以看，郭文贵一开始报的是傅政华，他嘴巴里面是高声喊的要保卫的是习总书记、王书记、孟书记，但是
后来郭文贵在不断的调整策略，从傅政华上升到了这个孟建柱，然后再上升到了王岐山。在王岐山这个事全部暴露出来了以后，郭文贵他对所有跟他说情的人，包括最近有所谓一个大款呢、啊，那民间才是马云啊，说是来跟他勾兑，意思就是说我什么经济利益都好谈，放弃你那些继续爆料攻击他们，对不对？而且他们对试图引导郭文贵，你爆料也可以爆一些类似于像赵乐际啊啊，像丁雪强啊，像陈明尔啊啊，栗战书啊，所以南华早报上面爆出栗战书家族的贪腐，这都是信号，他都跟郭文贵他最近的揭露中共高层的贪腐有绝对的关联。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九大之前突然拿下的孙政才，他是非常明显不过的信号。可以这样讲，孙政才的被拿下与中共十九大的破局和郭文贵的爆料有绝对的关联性，只是这个里面现在的脉络他还需要逐步的浮出水面。刚才你也提到王岐山啊，拍习近平的马屁啊，拍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原来在党内啊，以为李鸿忠是啊第一拍，啊，现在看对，就是绝对不忠啊，现在不忠，对他说的这个忠诚不绝对嘛，绝对不忠诚，这个是我认为李鸿忠是第一拍。那现在一看李鸿忠呢拍的啊，小巫见大巫了。对啊，这个他把这个习近平拍到了这个二十一世纪跟最伟大的斯和恩格斯啊，这个列啊，对，跟马鞍毛这个评级嘛，马鞍列毛嘛，对不对啊？这有一个问题，这里头这个就王岐山这一拍啊，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老先生啊，叫任松林，曾经就分析过这个问题，就是王岐山是一个没有政治规矩的人，就是狂妄了，狂妄到一个没有政治规矩啊。他当然这个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王岐山不懂政治规矩这个事情，他没有提到这个。王岐山因为还拍习近平还没有拍到这个高度嘛，那只是说王岐山在中纪委的那个一个高屋建瓴的一个对党史的一个回顾的一个讲话啊。嗯，他这种讲话呀，一般的党的二把手想都别想啊，你即使王是二把手你也别去做的事，这种事情一定是一把手干的活。哎，王岐山狂的就是这种话他也去讲，就是对中共的整个历史进行回顾啊。他这就是这个不懂政治规矩，不讲政治规矩的一个，不讲政治规则，不讲政治规则，对，不知天高地厚。对对，这是一个。那么这个王岐山拍习近平拍到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样一个高度呢，像也是相当的不讲政治规矩，这个是对啊，有一种看法是这么认为。因为习近平先生能不能达到这个高度，不应该是你王岐山封的啊，应该是党的决议，对不对啊？对，等于就王岐山以一人之力替代了党的决议，这就是老王啊，这个拍马屁拍破了政治规矩，这是有人认为这是王岐山危机的一个信号啊，就他可以置中共整个的中共不顾，而给习近平贴上这么一个标签。毫无疑问，就是说啊，这个事情会留下啊，就是对习近平留下什么东西啊？一直有人说对习近平高级黑，那么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就是高级黑了，实实在在的高级黑啊。对，那么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啊，这个孙政才被拉下跟这个郭文贵的爆料有关系，那从现在来看，去接替孙政才的是陈明尔，而陈明尔被认为跟习近平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那是不是也是这个王岐山拍习近平马屁的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呢？我把孙政才拿下，我把你的人送上去，有这意思吗？有这个意思。因为作为王岐山来讲，他拿下孙政才然后顶上陈明尔，他是投习近平所好。因为王岐山作为他来讲，他知道在党内决定他十九大能够谋求连任的最重要的关口是习近平，而这个王岐山他毫无疑问，他在习近平在布局的这件事上面他是做了很多功课的。我们要深刻的看到王岐山的背景，王岐山是姚依宁的女婿，他是作为红二代太子党的接班人的地位然后走向这个序列的。因为中共现在十八大里面上的几个人里面有几个人有典型的太子党的色彩，
就是习近平、王岐山和俞正声，他们都是太子党。他们之所以走上这个岗位，不是他们的才干，而是共产党的布局。我可以这样讲，只要认真研究过中共党史，研究过中共他们怎么样使他们的政权能够传言的这个历史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对中共起着决定性作用、功劳最大的人物是中共原来的元老陈云。陈云可以讲是毛泽东那一批见证的党，就是开国元勋。他非常清楚，中共是在血腥历史上是靠谎言和欺骗获得了这个政权的，他们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在延安的时候也好，到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他们跟国民党争夺中国国家政权的时候，他们对外面释放的信号都是非常的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非常的接近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那种文明的、革命的、光明的制度。但是他们上台以后，他们马上采取了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方法，焚书坑儒也好，反右也好，正反也好，这个他们无数的手段和运动。所以陈云作为这个绞肉机上最重要的一环，他见证了中共所有的屠杀历史，他深知中共有一天是要被清算的。作为血债帮的主要人员，他非常的恐惧这一天。因此当他和邓小平组成这一届中央这个权威的时候，就是在毛之后由邓陈这个元老派控制中国政权的时候，陈云是非常注重他后面中共政权的这个传言用什么方法。他有一个绝对的主张，他有几点啊，他那几点是什么？新闻法不能搞了，什么这个党内不能开杀戒，因为不然儿女不好见面了啊。包括这个陈云一再要求的，就是说要把权力交给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的儿女不会挖我们的祖坟，这个是核心。他在这个核心战略下，在陈云之后，中共的太子党他们一就说每家中共的高层都让他们的其中一个子弟进入了中共的省部级以上的官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有习近平、薄熙来、俞正声，包括王岐山这一类的人。那么姚依林是长期在陈云手下工作的，他对陈云里面的所有的布局是可以讲叫做烂熟于胸。包括陈云后来安排姚依林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在八九六四时候，姚依林和李鹏成为屠杀派的主要的推手，这都是姚依林他继承了陈云这个衣钵，然后姚依林又把他自己的这种思想思维传到了王岐山这一任。我们再看王岐山他是怎么做的，外界认为王岐山跟姚明端没有孩子，可能所谓江山交给我们的儿女到我们这一任就结束了，大家都错了，他没有婚生儿女，他有私生女，他有私生子，冠军刘成杰和孙尧现在跟王岐山是不是能够完全能坐实他们是私生子的关系有待验证。但是刘成杰冠军通过王岐山的海航集团获得大量的金融，已经达到就是道国的资产都由他们来掌握，显然可以看出王岐山是希望把自己的江山、自己的金融、自己的财产和未来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交给他自己的儿女，他们用他们的儿女世世代代坐拥国家的主要的资产、金融和控制国家的政权的方式，使得共产党这种残暴邪恶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这王岐山现在这个人一直说他的能力啊比习近平强，所以说刚才你也谈到习有能力啊把王给去掉，但是呢希望这个局啊如你所说，但是呢王现在这个架势是不是能真正的按得住，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现在我们谈到中共党内的这一波绞杀啊，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他们对郭文贵的围剿，这个郭文贵这个爆料以来啊，他们一直对郭文贵进行这个追杀，毫无疑问啊，秘密追杀到公开的这个反击啊，
啊，性生活上、道德上啊，啊，对，法律上啊，就是没有断过。那么最近就是说，对他的一个最新的啊这个行动，那么就是所谓的几段录音，啊，我想您也已经听到了这些东西。您认为这个录音跟他们追杀追杀郭文贵先生，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完全是跟他没有关系？有绝对的关系，有绝对关系。因为你可以看出，前面一段时间他们放出了一些录音啊，是什么关于这个什么郭文贵啪啪啪了，什么郭文贵跟吕助理怎么样了？我觉得这些录音呢，大家没有兴趣。一个可以讲，老百姓只要稍微有一点分析能力的人都知道，这种东西只不过是盗国贼反击的一种下三滥的手段。这个叫什么？郭文贵作为一个商人，他如果有一点啪啪啪的行为，如果跟女助理有点这种行为，你去揭露他，只能讲你揭露的这个人很阴暗，你从人，你动不动就看到人家裤腰带底下，别人就瞧不起你。可以讲，在中共现代的体制下，无论是中共的高官还是现在国内的商人，说实话，有这种男女私情，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这个领导跟助理之间这种关系，太正常不过。而把这种东西去把它揭露出来，只能讲手段很低级。可以讲，大部分人对这种东西，我不认为他播放这些啪啪啪的东西对郭文贵的形象有多少损伤。相反，很多人对这个放这种东西，就是把它能够曝光的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反而有了一些指责。就比方说，曾经新华社去发表过这个社论，用官媒来证实郭文贵他买的海航资料是属于就说是是虚假的啊，是等于说郭文贵去添油加醋的。我们从海航揭露这个宋军和马崇的这个新华社的社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反面的依据：第一，郭文贵的资料是花钱去买的，是通过关系去收集的，而不是郭文贵在家里面编造的，这个就能坐实郭文贵是认真的，是他敢于有行动力去寻找共产党的这些蛛丝马迹。第二个，宋军的这个揭发材料里面讲到了，曾经他通过一个社会人员冒充的什么总参的一个大校，一个姓杨的啊，说是去捞人，要捞郭文贵的一个员工啊，那个人冒充总参大校，说是手能通天，最后他们利用了正好郭文贵的那个员工是这个叫什么，是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时间到期被释放的这个同时，他是一个恰巧，但他利用这个恰巧的日子，在这个之前，郭文贵已经提出你们能帮我运作放人，他们就告诉他这个人是我们放出来的，其实是人家这个正好是到期，然后郭文贵毫不犹豫兑现了诺言，打了2000万。从这一点上面，你不是抹黑郭文贵，我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郭文贵侠肝义胆，这一点你要服气啊，我可以这样讲。有几个老板愿意花2000万去把他的员工捞出来？可以这样讲，有哪一个员工不愿意到这样的老板底下为他去肝胆义躁的去工作啊？所以说，往往这个盗国贼啊，他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这一次的录音，他升级了啊。那么他已经看到上一次去攻击郭文贵跟女助理的这啪啪啪的东西不起作用了，所以他这一次他们用郭文贵跟刘刚的录音，郭文贵跟夏野良的录音，以及郭文贵跟昭明的四段录音，来这个叫什么？达到分化郭文贵，达到抹黑郭文贵和以及挑拨的作用。我想这个问题，我来简单的展开我自己这里面的分析。导播能不能把我几张照片能够切出来？就是我传过来的几张照片。没有调出来啊，好，那么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在这个郭文贵先生和这个昭明的这四段电话录音里面，我们可以首先要想到这是谁把他截取的，因为播放这个录音一定是第三方，因为他达到的是陷害郭文贵的目的，因此来讲他不可能是郭文贵先生放出来的，但是这个录音现在至少是文贵先生没有站出来说这个录音是假的，它有拼接的成分，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啊，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录音这个里面，昭明他在这个里面所表达的，说杨建立是透啊，因为他跟郭文贵讲，
杨天理特务总参的，他总参的，他进去就那次上去回去就撂了啊，然后说胜雪，说那胜雪跟秦晋是死对头，现在秦晋当着主义，这秦晋是总参的啊，这个原来是上海国安的特务，后来嫌那边钱拿钱少，现在跟总参服了啊，这是他给郭文贵先生的第二段信息。第三段就讲了王军涛，说王军涛是一半得一半，一半得一半，一半为他们工作，一半那边拿钱。那么郭文贵他因为听了昭明这样人对他的这种挑唆，可以讲我从这个录音里面至少可以分析说，文贵先生在这个之前对这个昭明是基本上不了解，因为是昭明告诉他他在澳大利亚悉尼工作，他的工作是武装押运给 ATMG 送钱的，所以在这个之前文贵先生不了解他，因此谈不上文贵跟他之间是一个什么紧密的合作关系或互相信任的关系，仅仅是文贵先生通过他在搭建一个团队或通过他了解一些海外民用的情况。我想小平老师你应该能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谈到文贵先生的节目时候，我曾经对文贵先生有过一个评价，因为我一直认为文贵先生对海外民用的事情不了解，但所以说我曾经评价过他在对海外民用了解的这方面的智商几乎为零。我现在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完全改变了这个想法，文贵不是几乎为零，文贵是大智慧，他非常非常了解海外民运，当然不排除海外民运里面有昭明这样的人给他诉讼的这种虚假的信息，因为昭明显然无论从他现在一个澳洲的运钞车的武装押运人员的身份，还是说他曾经在中国大陆他原来的他的这个政治经历，他不可能掌握杨建立是特务，王军涛是特务，秦晋是特务的这种信息，我不知道他的信息从哪里来的，他跟文贵先生讲这种话他有什么依据，如果他没有依据他凭什么去对其他民营人士冠予特务的帽子，但是你要知道他讲归他讲，不代表文贵先生信，文贵先生信不信在于文贵先生自己的评估，但是我们从这几段录音里面可以看到，文贵先生他在要求昭明在搭建这个团队的时候他是有具体安排的，他要求昭明去搭建一个这个5到10人最可靠的能写会说的人，将来能拉得出来，而且换一个名号以后这个拉出来干。那么同时文贵要求什么，用恶兵，为什么他提出要用恶兵，我这就是我等于说推翻了我原来认为文贵先生对民运不了解，他用恶名的目的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当邪恶和文明较量的时候一定是邪恶胜利嘛，因为邪恶是没有底线的嘛，流氓是没有底线的嘛，所以文贵要求昭明用恶名，就是用这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恶名不断的去帮助文贵去击倒他的对手，因为文贵在那个阶段到现在这么长时间过渡，他在不断的爆料过程中他会形成很多很多五毛，很多很多打的假正义的名义的人来和他展开攻击，他需要用自己的人去消灭这些人。同时我们也看到文贵先生在搭建这个班子的时候是有情有义的，他要求昭明要合法的组建公司，合法的给这些人发钱，资金文贵先生会提供，他希望就是说一切做到合法，而昭明也认为如果文贵先生你能给他们解决一个就将来能够就说是能够不要干体力活啊，能够自就说能够你觉得你用得上他们，给他们一个干活的机会，他们肯定会等于就说发挥他们的能力的，这些我都不否认啊，我只是认为这个录音它的播放者是颇有居心的，他这时候的播放他第一他是离间文贵先生和杨建立、王军涛、这个盛雪以及秦晋这一类海外民营人士的关系，第二个他是让由于文贵给昭明这个团队这个合法的搭建公司，合法的给予资金支持，让很多别的那些很义务的完全为文贵为公益而战的大量的人员，这些人因为不是人人都来拿工资的嘛，因为有很多人都明确讲
我们为跟文贵一起奋斗，我们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利益。可以这样讲，我有一个观点，我跟文贵是非常接近的，海外只要做公益、做公平、做正义、做反共事业的时候，当你喊着要募捐的时候，当你喊着大家给你拿钱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别有用心的。对于这样的人，对凡是要求过你给予他募捐、给予他用资金去利用你们的钱去来干他的政治的事者，这个人就是危险的，这个人就是别有用心的。这一点我跟文贵先生的这个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一个做正义事业的人，当你的正义事业让所有支持你的民众全部看到你的正义行为时候，他会主动的支持你。这就像孙中山，当年孙中山被救到这个旧金山的时候，多少华侨给他支持啊。那时候孙中山没有发起过募捐，但是支持当时哪怕黑社会的这种帮会都能够主动站出来为中山先生募捐，为他去揭就推翻帝制、反清复明啊，让给予巨大的精神支持和经济支持。我觉得文贵先生今天也站在这个当口，可以这样讲，我们这个民族啊，从来就不缺像曼德拉和昂山素季这样的人。因为曼德拉也好，昂山素季也好，他们都有，像曼德拉，他始终有很多很多人员站在他的监狱之外，等待着他的归来，响应着他的号召，心灵中感应着他的呼应。昂山素季也是这样，在他被软禁的七年，他的围墙外面每天都是大量听着他隔墙喧嚷的听众，这些人死死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着昂山素季。因此可以讲，曼德拉能够成功，这个昂山素季能够成功，中国不是没有曼德拉，不是没有昂山素季，就可以讲包括郭文贵先生，他现在在某种意义上都起到一个领衔的人物的形象。但是我们缺的是大量的民众死死的用鲜血和生命围观曼德拉和昂山素季的人。中国最多的是那些看着这个谭嗣同鲜血的人去吃人血馒头的人。所以说如果是支持郭文贵，那一定是义无反顾的人，绝不是奔着郭文贵的钱的人。我老早就在推特上说过，你们所有怀有其他目的到郭文贵先生那儿去弄钱的人，你就死了那条心，文贵先生是不会给你一毛钱的。因为正义的东西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建明先生的演讲啊，很激动人心啊。我想呢，您今天的演讲让一些推友听到之后啊，他们更多的人啊会心血澎湃。这两天我们注意到，有几个女网友站出来啊，女推友站出来啊，挺郭文贵先生。我感觉到就是郭文贵先生的这个爆料啊，就是717爆料之后啊，进一步在催发这个民间的这个啊力量啊，在汇集。啊，慢慢的有更多的人可能会站出来啊，支持郭文贵，这是我的一个预感啊。就是说，从这两个女生站出来啊，公开挺郭的这个事件来看，那么您呢，就是说从体制外的这个力量来看啊，就是你认为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应该做些什么事？正好呢，你也是一个啊，在这方面有研究、有心得、有实践的一个人物，所以说，我想听听你这方面的一些意见，文贵先生啊，这个我在最近看他这么长时间的各种爆料视频，我在研究他这个人物是吧？我呢，可以讲我参加的各种民运活动和各种会议，以及我们民运圈里面其他有很多有见地的人士跟我交流也好，包括这两天我跟来自加拿大的郭国廷先生啊，来自这个叫什么，我们一个民国宪政学者，很知名的辛浩年教授。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谈到过文贵先生，大家都共同的认可这一点。包括我有的朋友，他打电话专门跟我谈过，他都说你理解郭文贵，一定要从什么，从草根的心理去理解他。他说你一定要这样想，因为文贵他和潘石屹这种人不一样，他和潘石屹虽然都是出生的苦孩子，都现在成了巨方巨富大主，但是他们对民众的这种感怀是完全不一样的。潘石屹是拿着钱去给哈佛大学
和这个耶鲁大学一捐就捐了1.75亿啊，去啊，要捐了1.75亿人民币。他是为权贵去扫清道路，是为权贵们踏入美国耶鲁、哈佛去提供他可以行贿的方式和给卖盗国贼们提供他们之间勾兑的手段。而文贵，你还发觉，小平老师，文贵先生在很多他的视频里面，他都谈到了洋改蓝，他多次讲到了洋改蓝。我可以这样讲，洋改蓝一个28岁。就杀死了自己4个子女，然后各因为没有失去那点低保自杀的这么一个农家妇女，她的遭遇深深的波动了文贵先生他心里面最软弱的那一块，因为他知道他出生于农家，他来自于草根，他今天如果没有凭着他自己过人的毅力和在中国这种大粪坑里面去游泳，以及挑战权贵，结合权贵，用他个人的智慧获得了他最终的成功之外，他的命运也就是应该是洋改蓝的命运。可以讲，洋改蓝作为一个贫穷人家的妇女，在依赖的生活最低的保障那一块都失去的时候，他走上了一条杀掉了自己几个子女，然后一条不归路。他的这个事实和他的这个身世遭遇，多次的引起了郭文贵他心里面的痛。因为他认为中国一边是盗国贼巨富，盗国贼们的私生子们可以过得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一边是中国的百姓到了连生存都活不下去的机会。而文贵他恰好他从草根出来以后变成了这样的这个富商以后，可以讲他不缺游艇，不缺直升飞机，他也不缺在中国过得花天酒地的生活，只是当他有一天被逼迫走到流亡海外这一步的时候，他觉得他应当利用他掌握的手上的这一些盗国贼们的料，通过爆料方式引起一场叫爆料革命，最终推动中国的法治进步。当然不排除郭文贵他要完成他自己的目的，因为他要保命报仇保财，这一点可以讲无可厚非。任何一个人他在挑战集权的时候，他都是为了首先争取自己的利益，其次才是争取公众的利益。一个嘴巴上讲的那么好听，我都是为别人争取利益，我从来不要自己利益的人，这个人是虚伪的人。只有一个人首先向获取自己个人的民权，获得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的同时，才能升华到为整个其他公民们争取权利。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赞同郭文贵保命保财报仇在这个基础上升华到为中国推行法治推行民主，为实现中国的公平正义所发挥的他个人的，可以讲叫以一己之力撼动一国之政。你有一个推墙三部曲啊，你能不能，你这个推墙三部曲跟这个郭文贵爆料之间能不能够衔接起来呢？你觉得？这个是有紧密关系的，因为我认为我建民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推倒中共的这堵高墙，就是为了结束中共的专制，这是我毕生所追求的。为什么我说我挺郭文贵爆料，没有挺郭文贵这个人？是因为我前面强调过，郭文贵他不反习。而我反击，我为什么说我反击？小平老师，这样啊，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1944年的时候，郭沫若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甲申300年记》，我相信很多推友都看过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毛泽东非常满意，李自成在上面说，这个郭沫若跟毛泽东说，你看300年前出了李自成。300年后出了我们的人民大救星毛泽东啊，他对300年出了一个毛泽东，毛泽东听着非常满意。你看300年才出了一个毛泽东，三个毛泽东900年还不抵一个千年明君习总书记。那么这个习总书记他一个人就能抵得上三个毛泽东吗？那差了远了去。习近平无论他的胸怀、才略，他都跟毛泽东不能比。当然，他的专制思维。和他追随毛泽东的道路肯定是一致的，
所以我完全不认可什么千年明君习近平这么一说。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推墙它是要有实实在在的工作的，不能光喊口号。所以我的推墙三部曲，第一步就是叫做 U 盘传递。什么叫 U 盘传递？简单点讲，就叫电子传单嘛。过去我们敌对双方，无论是国共双方，他们互相瓦解敌营啊，包括南北朝鲜，他们互相瓦解敌营，都是散发一些纸，就是纸张打印的油印的小传单。现在 U 盘它就是一种电子传单，我们可以把这个 U 盘里面下载各种郭文贵的各种视频、音频，各种揭露中共贪腐荒淫的小段子，各种链接海外是叫做重要的网站，海外重要的能够揭露中国的音频、视频节目，把这些 U 盘广泛的用传递的方式让百姓知道。因为你要考虑到很多老百姓他贪有贪小财的心理，你如果是一张光盘丢给他，他不一定捡，但是你一个 U 盘给他，他觉得这个 U 盘有用啊，我拿回家以后我里面资料不想要，至少这个 U 盘自己可以拷别的东西啊。再说还有人有猎奇的心理啊，认为这个 U 盘里面有可能捡到一些像优衣库这样的资料啊，所以他就会捡回去。当他在他的电脑上打开以后，看到是我们那么多传递的由海外揭露中共贪腐然后揭露盗国贼他各种事实的这些资料之后，有利于让广大民众通过 U 盘传递能够使大家了解真相，因为了解真相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是我认为要进行银行挤兑，而银行挤兑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好好的今天去挤兑，你一个人去挤兑没有用的，一定是什么？当中国的经济发生这个塌方式的崩塌，我希望广大的中国民众现在开始就清空你们的股票，就同时把你们的资金尽量买成外汇，然后当中共的这个经济发生塌方式的崩塌的时候，大家一起到银行去挤兑，老百姓到银行拿回自己的钱是天经地义的，这绝对不是暴力行为，这完全是非暴力行为。我到银行取我的钱怎么不行呢？但是你想没想过，如果全国的民众都走入到全国大大小小的银行，包括乡村里面的这些储蓄所的时候，要拿回你的钱时候，你觉得这个银行的资金今年能给你们拿得了吗？我们中国老百姓都有储蓄的习惯，可以讲中国老百姓今天储蓄的金额是现在银行里面的钞票的百倍千倍，也就是说你去到银行挤兑的时候你是拿不到钱的。那拿不到钱怎么办？拿不到钱上街，上街不是暴力，上街到街上我不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我不喊你共产党你今天就得垮台啊！我只要我的钱，我拿着手上的存折，拿到我的承担，我要你共产党兑现，你明天就要给我钱，你现在就要给我钱，你连本带息你一分都不少的要给我。如果你想想看，全国的老百姓都站在街上跟共产党要钱的时候，这共产党不垮也会垮，不需要喊他打倒他，他也就倒了。这是我的推墙三部曲，也就是说推墙三部曲的步骤：传递真相，然后清空股市，然后这个转为外汇，同时在某一个时机到来的时候，大家一起上街拿钱，拿不到钱我们到街上去，我们到主要广场去，我们只要跟共产党还我的钱，我的血汗钱。当全国人民都上街拿钱的时候，你觉得盗国贼们他还不赶快跑吗？他还能控制住这个政权吗？这是我讲的推墙三部曲。我希望紧紧结合的是文贵先生所传递的各种料，我需要把他的各种精彩的料放到我们的 U 盘里面，在全国推行我们这种 U 盘传递，以至于达到我最终的政治目标：推翻中共，结束专制，迎接中国的民主未来。那个 U 盘里头，那个郭文贵的拍的视频，好像就是从街边的 U 盘捡过来的啊。对对，可以学这一招啊，放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对对，但是在路边也给他放一个也，然后你放一个什么呢？放郭文贵的这几个爆料，再放点这个老百姓特想看的什么，
某病啊，什么某情啊，这样的一些视频对放呀，进去，那这个 U 盘可不得了，那就会像瘟疫一样的，你觉得会不对，会像瘟疫一样在中国传播啊？因为它不断的传递嘛，拷到自己电脑上，自己电脑就可以发给自己的朋友，然后它这个 U 盘可以继续移师嘛，它也可以自己复制一批 U 盘嘛。而且我讲的 U 盘有传递，它是在任何的公共聚会场所，超市也行。大妈广场舞的广场也行，这个图书馆也行，可以讲公交站台上也行，地铁的这个出入口也行，只要有人可能经过的地方，地下就会掉一两个 U 盘，谁都有可能捡，捡回去偷偷看都不犯法啊。但是它可以达到我们不断传递滚雪球的这个效应。中国可以讲，郭文贵他就是一个蝴蝶翅膀，当他扇动的时候，要不断的有巨大的响应，当这个响应达到一个数量级时候，共产党。他不垮也得垮，习近平他不倒也得倒，王岐山他不下地狱也得下地狱。好了，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差不多了，谢谢吴建民先生的这个激昂的采访，感谢吴建民先生分析郭文贵先生717爆料在中共党内引起的这个怎么呢反应的一个分析。还有一个感谢吴建民先生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推墙三部曲，再次感谢我们的网友的收看收听请点击订阅我们明镜电视我们那个明镜电视是你忠实的朋友我们有推特我们有这个脸书我们也有明镜火拍你都可以去订阅订阅我们的明镜火拍，那等于就是捡到了一个 U 盘。好，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